公元756年6月13日，一代帝王唐玄宗带着他心爱的女人杨贵妃踏上逃亡蜀地的道路。令人不解的是，攻下潼关后，安禄山竟然下令停止进军，给唐玄宗留下了逃亡的时间。历史并没有记录下安禄山此刻的心情，而这场灾难的造成究竟由谁来承担？矛头终将是指向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提起马嵬坡，这个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的地方，历史赋予它的是一个政治名词——马嵬之变。然而，马嵬坡留给人们的第一反应却是，那儿是杨贵妃魂归之地，一场本意杀杨国忠的政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主角却换成了杨贵妃。那么一场兵变能否为大唐扭转战局？唐玄宗和安禄山这对生死冤家又会何去何从？公元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将触角伸向了江汉、江淮地区。在他看来，卡住运河，切断唐朝的钱粮来源，江山易主便指日可待。然而这一美梦没过多久便被打破了。没有人会想到，打破安禄山这一美梦力挽狂澜的只是一介书生。当叛军南下江淮，攻打到河南东部时，雍丘县令林胡桃投降叛军，弃城逃走。本是真元县令的张巡主动接过对抗叛军的大旗，募兵3000人赶赴雍丘对抗叛军林胡桃的15000人。经过60多天，大小300余战，叛将林胡桃也未能攻下雍丘。张巡是一个文官，他没有从军的经历，但这个人他很爱国，他忠于朝廷。那么如果没有安史之乱这个事故的话，大家也没有意识到张巡在军事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和潜力。因为他是文人，所以他利用自己擅长言辞和自己的爱国之心去激励将士奋勇争先，杀敌报国。五月，心有不甘的林胡潮卷土重来，这一次他只身来到雍丘城和张巡叙旧，试图劝降张巡。唐朝大势已去，你又何必苦苦征战呢？张巡不屑一顾地质问道，你平生自称忠义，今日所为意在何处？林胡潮听后竟无言以对，羞愧而退。双方就这样僵持不战，持续了40余天。这时长安陷落的消息传来，军心开始动摇。张巡身边有将领劝他，寡不敌众，长安又已陷落，不如投降罢了。他不相信一度繁华的唐王朝会这样走向覆灭，更不能有人动摇他的军心，只好处斩了劝降将领。将将士们骚动不安的情绪重新凝成一股战斗的力量，继续坚守雍丘。公元756年6月14日，经过一天一夜马不停蹄的颠簸之后，唐玄宗一行行至马嵬驿。一路车马劳顿、饥饿疲惫的将士们开始怨声载道，逐渐将矛头指向了被安禄山点名绞杀的杨国忠。于是在大将军陈玄礼的激怒和纵容下，
将士们最终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当时吐蕃的军队呢断粮了，吐蕃的使节呢就找杨国忠说这个事情。借兵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说杨国忠和吐蕃人勾结，土木不归，借兵就一拥而上，把杨国忠杀了。杨国忠被杀后，士兵四处搜寻，杨氏一门几乎全部被杀。然而一切还未结束，将士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杨贵妃，理由是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陪侍皇上。眼看着众怒难犯，为了稳住军心，无奈的唐玄宗只好割爱。杨贵妃，安禄山，爱情江山。昔日的一幕幕在唐玄宗的脑海里翻滚着，身后的将士们焦急地等待着唐玄宗的决定。当这个士兵发生哗变以后，要杀掉杨贵妃，高力士对唐玄宗分析形势，我们现在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解决，不能不满足啊解决的要求。唐玄宗呢对杨贵妃呢是非常宠幸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很无奈，只好呢把杨贵妃交出去。唐玄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虽然有普通人的感情，但是他也是个政治家，在关键时候他不能为了美人而失去自己的江山。其实杨玉环作为一个后宫的女性，他并不怎么干政的，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杨玉环干政的记录，对吧？那么安史之乱的出现啊，要追究责任的话，那责任首先在皇帝嘛，对不对啊？那肯定责任不能追究到人杨玉环头上。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是不能追究责任的啊。那聘及司臣，于是就把杨玉环推出来当了一个替罪羊，是吧？到了马嵬坡的时候，杨玉环啊，这个，五环转峨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是吧？那么，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个安史之乱，他的责任应该不在杨玉环本人身上。唐玄宗控制了马嵬兵变后，在禁军护卫下朝着蜀地西行，太子李亨则告别唐玄宗，从马嵬坡一路北上，到达灵武后。裴冕、杜鸿渐等大臣反复五次向太子上奏，请太子即位。在太子之位上坐了20多年的李亨，何尝不盼望着早日登上皇位？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金瓯残缺的乱局，能否评判眼前的动乱，他并不知道。那么大臣就向太子进言，现在时局危乱，国不可一日无君。跟随您的士兵，他老家都在关中，追随您到这个地方，无非是想求得一些自己的富贵。如果您不称帝，将会是将士心灰意冷。那么如果将士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信心的话，可能各自散去，那么这样对我们的局势非常不利。再加上李亨也早有称帝之意，他已经做了多年太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在灵武自立为帝。公元756年7月12日，45岁的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改年号至德元年，史称唐肃宗，尊远在蜀中的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对唐王朝而言，唐玄宗长达44年的帝王生涯就此终结了。公元756年6月17日，长安陷落。占领长安后，安禄山以为天下已经到手，唐玄宗的逃亡对他来说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多的情感波澜，往日的恩情早已被到手的权力地位所淹没。自登基以来，他便开始了奢靡无度的生活，
放任手下士兵抢掠财宝，日渐失去民心的战争使得百姓更加渴望唐军的平叛。公元756年末，河北河南一带军民纷纷联合对抗汉军，唐肃宗拉开反攻序幕，这让安禄山陷入了焦灼状态，整日心神不宁，眼睛因疾病也几近失明，脾气变得暴躁，手下稍有不如意者便会遭捶打或者直接杀掉，即便是他的心腹谋臣也不例外。从安禄山自己的崛起来看，他主要得益于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但是安禄山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后没有很好的对待唐玄宗，他自己野心膨胀，毅然断绝了君臣之义，所以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在安禄山自己的阵营里，他自己的臣民也有这种错觉，那么是不是只要我有能力，我兵强马壮，我就可以不顾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那么一旦时有机可乘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觊觎安禄山的位置，所以说他的悲剧也是注定的。至德二年正月五日，这天晚上寒风凛冽，安禄山抚摸着玄宗赐予他的免死铁券，仿佛只有这冷冰冰的铁券才可以让他在暴躁中安静下来。双目失明的他并不知危险正悄然逼近。为了自保，谋士严庄开始游说他的二儿子安庆绪，以太子之位恐怕要旁落到其弟弟身上为由，劝安庆绪取而代之，以免他日沦为父亲安禄山盛怒之下的刀下鬼。巧合的是，安庆绪早有取代之心，只是无人支持，不敢轻举妄动。严庄是安禄山最信任的一个心腹大臣，在安禄山称帝之后啊，很多将领和谋士都见不到他，所以很多他的懿旨啊都是通过严庄来转告的。那么严庄的经常也受到安禄山的责罚，所以他暗地就和安庆绪勾结。从安庆绪来讲，安庆绪这个人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心狠手辣，在军事上他有才华，这个人骁勇善战，但在政治上没有谋略，政治没有才华。那么他看到他的父亲宠爱自己的叔母段氏，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地位传给他的弟弟，所以他心生不满，就和严庄勾结起来。严庄的提议与安庆绪不谋而合，安庆绪明白有了严庄的支持，事情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安禄山处心积虑的一生终结在一句杀我者定时家贼无疑，无论曾经多么的风生水起，此刻的他也只能无助地挣扎着。只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家贼之中的主力竟是自己的儿子。安禄山在被杀以后，安庆绪派人在他的大帐里面挖了一个几尺深的坑，把安禄山给就地掩埋起来，密不发丧。到了第二天，把大臣和将军们集合起来，然后宣布了病情，就是安禄山身患重病，册立安庆绪为太子，让安庆绪继位。那么实际上以此来证明安庆绪继位是合法的。正月六日，安庆绪顺利即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几日后还对外公布安禄山的死讯，并为安禄山治丧，维持一年的大燕政权至此进入安庆绪时代。匆忙即位的安庆绪延续了安禄山的作战计划，朝江淮地区大举进攻，目标指向了大运河沿岸的睢阳。
睢阳一旦失守，叛军就能挥师直下江淮，断绝唐军的财源粮草，肃宗便再无平叛之望。而要攻破睢阳，唯有先拿下张巡驻守的雍丘。自公元756年末，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文官张巡，却屡屡挫败叛将令狐潮，用兵如神的名声早已在叛军中传播开来。安禄山只好调集兵力，意图从宁陵两面夹击雍丘。张巡探知消息后，弃雍丘转战宁陵，与驻守睢阳城外的太守徐远兵合一处，将进攻宁陵的叛军打得落荒而逃。转眼到了至德二年正月，唐军阵营里传来了安禄山被属下谋害的消息，这令饱受战争之苦的士兵们感到大快人心，似乎安庆绪的统治根本不堪一提，用不了多久便会被消灭。然而即便是张巡，恐怕也不曾预料到黎明前的黑暗是这么漫长。当叛军如巨浪般来袭之时，睢阳究竟守得住吗？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何为谋月运，分手若余力。旅雁黄尘起，时将白羽灰，裹窗犹出阵，饮血更登披。忠信应难敌，坚贞量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时。这首诗正是张巡率军坚守睢阳之时所作。叛军的包围如光晕裹住月亮一样频繁地进攻，黄尘漫起，他依旧要坚定地挥舞着白羽，指挥舔干血迹裹着伤口的将士摆好阵势对敌。让人心生悲戚的是，路段阴绝，仍没有人把这危机之情奏知天子。待到将士全部战死，谁又能来守这座城呢？从诗里能看到，张巡是非常悲壮的啊，他满腔的报国热忱，但是孤立无援啊。期间他也曾经派过部将南霁云去突围求救，到彭城等地，但是这些守城的将军都拥兵自重啊，他们都怕自己受到损失，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一支人马来援救睢阳城啊，所以。张巡始终是与自己的这些亲信孤立抗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雍丘宁陵的惨败，叛军损兵折将。公元757年正月，安庆绪即位之后，下定决心攻下睢阳，拔掉张巡这根钉子，于是任命猛将尹子奇率13万大军浩浩荡荡扑向睢阳。然而驻守睢阳的张巡与徐远手中不过6800人，自知用兵不如张巡的太守徐远为大局着想，将指挥作战的权力全部交给张巡，自己甘愿充当配角。惨烈的攻城战自正月起开始打响，以边境蛮族为班底的安史叛军张着血盆大口，恶狠狠地咬向睢阳城，却被张巡的智慧一次又一次地打掉门牙。极尽疯狂的尹子奇誓言不拿下睢阳誓不罢休。七月份，叛军再次重兵合围睢阳，前几次的战败让尹子奇领教了张巡的厉害，不再轻易发兵，而是使出最后一招围困。睢阳被围后，等不到兵力粮草的补给，城内粮食越来越少，麻雀、老鼠、树皮、纸张，一切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城池的能量在时间的消逝中被一点一点的消耗。看着饿得饥肠辘辘的士兵，无奈之下的张巡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由于
城被围的时间长了，所以城内弹尽粮绝。那么为了鼓舞士气，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抗敌的这种信心，张勋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爱妾献了出来，煮成肉汤分给士兵去吃。很多老人小孩都被杀害之后煮了分给士兵去吃。据不完全统计，在守城期间大约有2-3万人。所以张勋守城的故事可歌可泣，异常悲壮。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张勋镇守睢阳城坚持到了10月。然而这座靠意志坚守的堡垒终敌不过数万人的攻击，最终还是孤立无助地崩塌了。睢阳失陷3天后，唐王朝的增援大军终于赶来，打退了闵子骑，收复了这座伤痕累累的城池。1300多年后的今天，矗立在商丘古城南门外的张勋祠，依然在向后人讲述着这段顽强的战斗。它如一块华表般，见证着那份保家卫国的热血。张勋率领将士们用生命坚守的睢阳，遏制住了叛军南下，为唐王朝保住了如生命线一般的江南地区，留下了收复河山的资本。睢阳收复后，唐军的平叛力量在河南开始战略大反攻。那么唐肃宗统治下的唐军能否从叛军手中将大唐失去的城池全部收回呢？Thank you.